灌在那个什么 U USB 啊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然后再插进去就好。那我可能用手机啊连接，用手机啊连接，电话接上呢。好，安尼安尼安尼，安尼用手机啊连接，电话接上呢。这灯怎么如何提供电？哎、欸，妈祖婆啊，你敲一个电话，甲迄啊，东海龙王啊，是雨神，少讲者，遮轮回卖落雨吼，卖落雨，哎、哦，卖个落雨啊吼，我无穿雨帽吼，哎、哦，地主即马无穿雨帽吼，计卖落雨啊吼，你若个落雨，我连咪白请食肉丸啊。别的县市可以下了哈，尽量下，下多一点。别的县市可以下。别的县市给他尽量下，哎、欸，尽量下。哎、欸，啊，这个轮背哦，轮背跟西雷哦，是卖路哦。轮背甲西雷市区吼，这样是卖路哦，哎，尽量不要下哈。哦，现在没有下雨啦，现在是毛毛雨而已。欸、我跟妈祖婆讲，叫伊紧卡电话。嗯，跟雨神哦，跟东海龙王跟他讲说，不要再下雨了，哎、欸，无地主会哭蛋糕糕，哎、欸，蛋糕糕，连伊要食肉丸都无心情啊，哎、欸。我在轮背，轮背，轮背。我在轮背，嘿、欸，我们即马要去市区哦，轮背市区哦，要带妈祖婆去食肉丸。嗯、欸，不要再下了，不要再下了。对了，下雨天比较不方便啦，因为我的裤子跟鞋子会湿掉，全身会湿掉了，我走起路来会很不舒服。然后被传妈做婆来假霸王，哎、欸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欸、各位大哥，各位小姐姐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
那台车哦，没有跟了，没有跟了，走掉了，走掉了。哎，那台车已经走掉了。哎，够够钱啊！一块。哎，要捡到钱了，要捡到钱了！嗯，要捡到钱了。谢谢啦，谢谢啦，感谢你帮我分享，感谢你们。再见，拜拜。又捡到一块钱了。今天捡到62块，今天啊，今天总共捡了62，然后再加上前几天的30块，总数是92块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扣等于大包落去，好嘢，一声就好嘢起来。92块，水水水！今天捡到62。哎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1块钱，刚刚捡1块钱。好啦，好啦，哦。有上架，有上架。我是讲机关，你来用走，我无看到有上架啦。那边有人在办丧事啊，我刚刚没有仔细看到。哦，这个弟弟有看到那边有人在办丧家，所以我们就赶快跑过去了。安尼你买晒，安尼买晒必明白啊 ！I fool you 啊、哦，我服了你了。拜拜哦。林小姐有听我讲话哦，紧卡电话，紧卡电话，雨神伯伯，是跟东海伯伯，东海爷爷。叫伊卖落雨，叫他不要下雨，现在就没有下雨了。
没有，现在没有下雨了。四海龙王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对妈祖的尊重，嘿。去，走到彰化怎么走？就不用走了，哎，彰化就不用走了，直接去他家，哎，住驾个十来天再出发就好了。哎，去到彰化都不用走了，直接走到去，哎，走到他家直接住驾，妈祖在他那边住驾十几天，哦，十几天后再直接进入彰化市区，直接回祖庙，这样就比较快。哎，三位。我虽讲 open 讲啊，进 open 讲经营水里边的吼，所以袂当偷偷讲人的歹话吼，都被他听到了。总共捡了31，谁跟你讲31啦？阿尼胡大哥，你头都无伫看。我今天捡了62块，我今天捡了62块，加上前几天捡的30块，总数捡了92块了，哎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今天捡很多钱，我今天捡了62块钱，62。哎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哎，62块，62块，哎，我刚刚睡午觉了哈。不错，那这样剪下去，我觉得我离有钱人越来越近了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哦，没有关系啦哦，可以帮我分享就分享，不行帮我分享也没关系哦。这种东西哦，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不勉强的，有些人有那个能力就不想分享啊，啊，有些真的没有那种想帮我分享，可是却没有那种能力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哦，有分享跟没分享都一样，要谢谢你们哦，因为你上线就多一个人数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恁乌白点比明白，点咪哦，点咪人讲咱这代志比明白啊。太多同事有料白啊。下礼拜六日，下礼拜六日一定会
下礼拜六日一定会走到无底庙的，不知道是礼拜六还是礼拜日，到时候我会公布啦，哦，到时候我会提前公布在我脸书上面，脸书上面，哎呀，啊，恁若是要来嘛，是会使哦，到时候礼拜六还是礼拜日，你们有空，你们要来也是可以，欢迎你们，好，哦，欢迎你们，哎呀，啊，陪我一起回。陪我一起，送老大妈回祖庙，回娘家，给几个人较老嘞啦，哎呀，啊，我跟你讲哦，便当饮料自，哦，便当饮料自己付哦，自己处理哦，我是没有送你们便当，我没有送你们饮料哦，知不知道？我没有送你们便当跟饮料哦，自己哦，中午那个什么吃饭的自己处理哦。你看我这个脸就知道了，很辛苦了，是不是？将台湾走了三分之二了，没有什么赚到私房钱了，没有那个能力请你们喝饮料跟吃便当了，哎呀。加油加油加油，全台湾妈祖信同，信徒、哦，欢迎莅临无底庙镇南宫，安尼讲就对啊，你就伫遐点点啊看，你我伫遐帮你讲，你讲唔紧紧拍恁个名，我赶快打你们庙的名字出来，今天上班不无聊呀，我等一下会让你更气我，今天上班不无聊吗？我真的，我会等一下会让你永生难忘的。连米我要去吃肉丸啊！气给你死，我的腰，让你嘴馋，让你无心上班。哦，谢谢啦，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啊，谢谢谢谢。哦，你要请我吃便当呀？出门腰是骨，什么腰是骨？没关系，当我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，你不要看，你只要听就好了，你不需要看，因为我看哦，你假如看到我在吃霸王的时候，你会越伤心。越伤心，你就说就听就好了，你光听哦，还可以解一下哦，不会肚子这么饿。你看我在那边漱漱口哦，在那边吃霸王漱漱口，你会伤心，OK， 不会啦，到桃园，我去到每个地方，我都有开直播，每天都会开直播。哦，我去到桃园，你也大概都知道了啦。哦，就去到中华，搁食空肉饭，对。等一下吃霸王一定加辣加辣，我还点一下汤呢，对哦。
你有认真去看裤脚哦，哪行哪看有认真哦，加减猛看哦，哪扣钱哦，你即马比我较认真哦，照顾养牛的味道，来工作一大堆大姐姐怕我饿到，所以我不怕。你没有，你不怕没有关系，其他的客，其他的大哥，其他的大大，其他的小姐姐们，会气我气得要死。肉丸来配素心汤哦，OK。台北青山王是城隍爷嘛？我不知道呢，我唔知影呢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是城隍爷的，这个我就不太晓得了。北部人的穿法，北部人的穿法，中部人的穿法，这个就是中部人的穿法。南部人的穿法，后面那个就是南部人的穿法，北部人的穿法，中部人的穿法，一个一个穿的一个比一个还要多件衣服啊。捡到1000块是不可能的啦，走到桃园捡到1000块真的是不可能，真的是不可能，除非是掉整叠的才有办法。这个我就不知道，青山王我都不知道，肉丸配素心汤绝配。那个什么，等一下到伦贝市区啊，我觉得你应该，我觉得到那边就好了啦。哎呀，我自己去塞里头啊，那你们肉丸吃好，你就休困了。哎呀，你不要再陪我走，我看你脚敢那怪怪啊、哦！你即摆行路脚敢那怪怪啊、哦！我得注意你的脚哦，因为我怕你明天真的会痛哦，我不会骗你。等一下我想说，你送我到伦贝市区，咱吃肉丸吃，你就休困啦。我家己行去西里头啊，因为西里那边遐应该下一间庙的供主应该过来找，应该过来搞我带啦。哎呀，真的啦，谢谢啦。哎呀，行远啊。然后回去先泡热水，泡脚。啊，恁家老浴缸是上好，规个拢甲浸落去。泡脚泡好，先抬个腿，躺在床上，双脚提高，双脚放在那个枕头上面，把腿抬高，抬好了，等一下再喷个鸡了，药布稍微贴一下，是不是？
稍微贴一下，是不是？有小姐姐顺便帮你按个摩，哎，最好，哎。六陪妈祖步行着就好啊，下卖阁行，会休困啊。无啦，我看伊哦，行到脚吼，敢若开始怪怪，我讲我互你看咧。你当作是甲恁开讲哦，我拢无咧看哦。下回我再看咧，我拢加讲小看伊脚，伊即卖行路甲头段行路阁无同啊。哦，你看，咱桥多摆迄个无，迄、那个大哥啊，迄、那个叫王尚志啊，伊讲哦，那他说哦，卖聊那个哦，保安讲伊的妈子哦，昨晚走，现在又走，辛苦了。安尼，你含眠啊！哎呀，你睏无饱，继续去睏。哎，你含眠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要到啊！哦，要到市区啊！哦，要到市区啊！哦，要食肉丸啊！哦，那是无方便看的哦。哦，这个松的啊，这松的就无要紧，这开车就无要紧。哎，人民要吃肉丸啊！哦，人民要吃肉丸啊！那感觉讲哦，没办法受不了那个诱惑哦，人赶快跳开，赶快下线，最好赶快离开。哎，刚刚等一下要吃肉丸是非常的残忍的一件事情哦，各位都还在上班当中，哎，看我在那边吃肉丸跟四神汤哦，恁的巴肚也要甲冻袂掉，我袂甲恁骗，嘿，恁白条刚吃。我来吃个速速球，吼、哦！还听有无？阿迪亚走里面一点，他们讲的。他说：“哦，叫你走里面一点呐、啊，你一直走到外面去。”吼 ，seven 看到啊 ，seven， 不会，你刚吃完点心，哎，哦。拍谁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在人家的店里面，在那边开直播，讲话这么大声，又不好意思。怎样？啊，你在
你在保佑肉丸不要开是不是？哎，没啦，我传妈做婆公要去吃肉丸哦，那肉丸一定有开的，肉丸店的一定有开的。下平安。哦，连这种话拢讲会出来哦。伦贝很多很多店都要休息的，下平安就对啊。没啦，妈祖婆有敢若有紧敲电话甲讲，叫伊头家紧起来煮啊。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大碗还要多远？快到了，两个红绿灯，这个不要算，还有两个红绿灯。哎，这好像是那个红那个钱袋哦。哦，钱袋薪水袋，算了，不要捡了。我看还 BB 啊 ，BB 啊应该没钱啊。八碗，嘿，八碗我来了，八碗我来了，四神汤，四神汤我来了，四神汤，四神汤我来了，跟八碗哦，啊。真的没有下雨了，我没有骗你们啊！你看地上都干掉了，真的没有下雨。真紧的啦，我甲妈祖婆讲叫伊紧敲电话四海龙王，叫伊卖个落雨啊！真的都没有下雨了。真的，现在完全都没有下雨了。不要乱捡，等等被抓去当姑爷，好巧。我下班去，翘班去买肉圆就对了，我就知道，你们就是经不起诱惑，没办法出去的，没有办法出去外面买东西吃的各位大哥、各位小姐姐，你们就等着，饿肚子，气死你们，气死你们，
等一下吃东西哦，就是气死你们。别大哥别拿哎啦，大哥谢谢啦谢谢啦，好别呢。哦，屏东下了一整天了，谢谢谢谢。哦，捶一捶哦，饿死是不是？馋死你们哎！谁叫你们都要破坏我的好事，是不是？谁叫你们这段期间来哦，是不是这几天来哦都要破坏我的好事，害我都没有私房钱赚，是不是？就尽量下，尽量给他下，全部的地区就全部尽量给他下，只要我在云林哦，只要我在云林的一天哦，就先不要下雨，等我离开云林的时候，就给他拼命的给他下。我晚上就要去到彰化了哦，彰化应该就不会下雨了哦，彰化就不会下雨了。现在是好天气，现在都是好天气，没有下雨，没有下雨。妈祖婆知道我辛苦，就叫有卡电话去交代啊，别落雨啊，头前妈祖庙有呢。头前妈祖庙伫搬瓜鱼呢，啊？哦，奉天宫呢，轮拜奉天宫妈祖庙伫遐搬瓜鱼哦。头前有足济迄种个小摊贩哦，前面好多小摊贩哦，妈祖庙伫搬，瓜鱼啦，对啦，瓜鱼，妈祖庙头前伫搬瓜鱼哦，这个妈祖庙哦，轮背妈祖庙，搬瓜鱼哦，搁巴拉搁巴拉。够大热狗花枝丸底味够烟肠，烤鱿鱼、烤肉、糖葫芦，棉花糖，烤鱿鱼、鸟蛋、热狗，豆腐鸡，到你到。知道。不要，先拿着不要。等一下，快到了。要来吃肉丸啊，要来吃肉丸啊，饿了是不是？这是给你们小小的教训。谁叫你们要破坏我的好事，是不是？害我最近私房钱变好少，对。八万多一斤。啊？哪一间？哇，无开，恁家臭嘴呀！恁家的臭嘴呀，真的无开呀！老死！给你们看一下。气死人了！你们这些人乌鸦嘴，不爱啦，你有我不用养啦，不要啦，两粒多啊，我两粒多啊 ，OK， 这边就好，你们送我到这边就好，冰冷你提起啊，还扛会怕，
好，安坐，安坐，安坐。哎，无啦无。哎，安坐啊，谢谢啦。啊，怎么走？你要跟我讲。你看他说的。往我处的方向呀。昨天原路回去就好。哎，这哪里？原路啊。哦，原路回去。原路回去就好。哦，好好好，谢谢啦，你们送我到这边就好了，无你搁行路，你明仔载你脚会受伤，哎，谢谢啦，哦，谢谢谢谢，我等一下再修理你们，哎，我先处理一下这个滴滴，哎，谢谢啦，感谢你感谢你，哎，小心哦，哎，哎，谢谢你们两位啦，哦，多谢多谢，啊，你们要吃啥无？我请你，不要，真的啦，你们要吃什么？我请你们。啊对对对对，这是什么？那是送你的轻便雨衣。哦，轻便雨衣哦，啊对，这是我的，这是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这是我的啊、哦。对。谢谢谢谢。哎，这是我的东西，哎，看到你哦。可以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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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是我的东西，谢谢你们两位啦，哦谢谢，哎感谢你们。这里过去好了，这里过去，然后这路口左转。没，莫行这，我甲袂咸着咯，无要紧啊。哎呀，你拜，交有啊，足济，你有啊。好，你怎么又出现了？哎。你提起，你提起，我证明我买啊，谢谢啦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啦，感谢你们两夫妻哦，感谢。谢谢啦，谢谢你给我送来吃，啊我都去那里啊 ，OK， 拜拜啦，拜拜，哦那我走了，哦那我走了，拜拜。哎对，哎C罗的那位大哥，王庆哲大哥在不在线上？王庆哲大哥，你在不在线上？你来带我吧，我不知道路哦。哎，真的啦，你要赶快来带我，我真的不知道路哦。谢谢啦，哦，谢谢。哎，你们赶快回去吧。我这个乌鸦嘴，我静静休困，无开肉丸。静静肉丸无开啊。哎，王庆哲在不在？这条路吗？这边哪边哪？你紧等去，你紧等。这条路直直行吗？这条桥一这路一直行吗？左边啦，右边应该。在右边啦，右边。哦，右边这条路哦。OK。OK 啦，林家扎登又滚啦，谢谢谢谢，真的啦，拜拜，不要送了，拜拜。等下点要哪里摸？哎，拜拜，啊、哦，哎呀，感谢一对翁阿婆啦，哎呀，王庆哲大哥你在哪里？在不在线上？我今我唔知道，我今嘛要去公馆哦，公馆怎么走？哎，我现在要去公馆，公馆怎么走？他说，他刚刚跟我讲左转还是右转？右转，五处。五处，右转吗？右转，这右边这一条。右边这一条，对。剩我一个而已了，目前剩我一个人了。剩我一个人了。等下王庆哲好像不在哦。
哦，都直走就对了。哦 ，OK OK， 哦，这边直走就对了。哦，我有看到了。对，现在目前剩我一个了，后面都没有人了，前面也没有人了。春林小姐高啊，对，春妈周伯高啊呢。然后回归正题哦，回归正题哦。你们这些臭乌鸦嘴，我辛辛苦苦来到伦贝，想去吃一下当地的肉圆，你们就在那边诅咒，一定是没有开灯，唉，害我肚子饿了，害我现在肚子饿了，就是，有啦，我，我这边还有东西，很多东西可以吃，想说吃一下当地的美食，是不是？啊，休息了。我的潘公公的肉丸，我的好好吃的素心汤。我的好吃的素心汤。彰化的乡亲，彰化的乡亲，我来你们彰化吃肉圆好了。云林这边没有肉圆吃了。王庆哲大哥，有没有人认识王庆哲大哥的啊？麻烦打电话给他一下。有没有人认识王庆哲大哥的？罗董卢董事长，王庆哲大哥，你要来给我抓啦！我算不知往何处方向，你赶快过来带我啦！我不知道怎么去你那边啦、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尽量快一点，可以到我这边就到我这边，天色慢，赶快过来，赶快过来，剩我跟妈祖婆两个而已哦，剩我一个跟妈祖婆哦，两个，赶快来带我，我即马伫要往五处的方向，这条路哦，直直来，直直弄，王大哥不理我，没有，人家刚刚有回了，他有理我了。你们不要再讲四神汤跟肉圆的事情了，你们越讲我越肚子饿。你乌多摆吹咯吼，免收紧啦吼，沿路一巴就好啊吼，沿路一巴。是咧笑啥啦？吼、哦，真的，我们现在不要讲吃的东西了哈、我们就努力的往下个目标前进哦，继续赶路哦，继续赶路。
看看美女头看无。看一下，看沿路看有没有美女可以看。忘记肉圆跟四神汤。有啊，阿嬷，这阿嬷六十年前、七十年前嘛，是一个辣妹。你看这种体格，瘦，这阿嬷嘛小姐姐啊，阿嬷，小姐姐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也是小姐姐，你不要以为说我没有看到小姐姐，这阿嬷两个阿嬷骑卡拉车，有看到哦，有看到不？这叫小姐姐，现在几点了？天怎么这么暗的、啊？现在几点了？帮我看一下。无正经。不是阿嬷吗？阿嬷，不是小姐姐吗？哦，4:51了。气了哎！靠！先吃只冰冷鸡腰啊！
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啊，没有小姐姐可以看。我被那个阿火肉圆害到，整个全身都没有力了。我被那个阿火肉圆害到都没有力了，全身都没力了，哀叫啊！是不是？哎呀，是不是？太可恶了！哎呀，啊，哎呦！太可恶了，竟然没有给我开啊，是不是害我没有吃到肉圆啊，心情很不好了，跟失恋一样，跟女朋友分手一样，那种难过你们不会体会的，你们没办法理解的，那种感受，还没呢，他还没来。就是没有吃到肉圆那种感觉，那种感受，是不是？你们真的没办法去体会。我千里来到你们云林吃个肉圆，他竟然给我关门，你觉得我不生气吗？你说我今天是开车来就算了，我是专程呢台湾走一圈呢来到这边吃肉圆，既然没有吃到，唉，伤心啊，是不是？卖肉圆知道你要来，今天全部休息，全部休息。他妈的，那我改天我要来个复仇记，妈的，改天我就开车来，全部给他买回去台北吃，让他今天不要没办法做生意，我全部都跟他买起来，太可恶了，真的是太可恶了。就类似说，你们去到泰国，没有看到人妖，
没有看到那个什么大象，是不是？这等于是白来了，是不是一样的道理？哦，小妹，哦，我想说应该走了一条路，应该一条道路。哦，哦，你是去上班咯？哎，下班咯。啊，你来叫，啊，人叫，人叫来接待。无啦，连伊连伊都难要来好好接吧，系啊。无你啊，你做啥？那规身躯乌嘛嘛。啊，做残啊。做残哦。好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来了。啊，你今仔要到中华嘛？是哈。哎，对，今仔你要去到中华。还没上呢。没啦。中华到位。唔知。我等一下。我要拜。我就要去到彰化了。彰化。那我觉得你不要走太晚，可以到市中可以，这话没有。没有啦，我要去鼻头哟。我要去鼻头。鼻头。是鼻头吗？鼻头吗？鼻头的朋友那边吗？是。没有，往那个方向走啊。往鼻头屋啦，是也是可以的。哦。我起码要去公馆啊。公馆啊？对。西丽公馆。哎，我要去西丽公馆哦。很远呢，这里离公馆啊很远哦。是吗？对啊。没关系啊。你有朋友在那边吗？哎，我要去有一间庙啊。哎。啊，王金哲大哥阿伯来了。我来接庙。等他会过来接啊。过来带路啊。你不知道怎么走？啊？你不知道怎么走？这里是有道路啊。公馆你不会去啊？我会去啊，有道路啊。我去那里不一样吗？那里你如果你要跑去公馆的话，你会到彰化会很晚的哦。没啦没啦，北投我不知道呢，那一天。那一天。北投和庆光啊。那一天晚上11点多的时候，我在那个嘉义新港的时候，有一个。啊，那个阿布也疯狂，那个阿布啊，哎呀、啊，讲到要请去鼻头啊，啊，我们在鼻头都已经也无搞空啊。啊，无要紧啊，顺其自然。哦，我去到鼻头，哦，伊、那个阿布啊也疯狂，伊、那个哦，那无出兵哦，我就离开啊，哎、欸。阿、啊、你有休息吗？刚刚就说吃晚饭了，有休息吗？啊。吃饱了有休息。什么物件？我你讲食饱饭，到有要困吗？无啦，我若无食饱饭，那有食饱饭。啊，无你讲，大佬讲你准备了，讲你食饱，你食饱。无啦，要去食饱饭，那都无开啊。哦，你看今麦不是今日做饱饭，你我你做饭饭，有咩无？我准备饱饭，那有食饱。对。拜拜。啊？什么东西？不用，我即马要挂机一下公馆。哦，炸弹妈祖核心宫哦。炸弹妈祖核心宫。哦，有听过啦，没有去过。太可恶了！刚刚一直念到现在，就是那个阿慧霸王叫两个什么？气到哎！他要说几句很少哎，你知道很哦，
平常 要遇到他休息的时间很少、啊啊、今天叫我遇到遇到休困我干的啊。啊，我看的包真的很好吃哦。哦，恁过会记哦，叶金凤啦，哎啦，对啦对啦对啦，那个阿布也疯狂，那个小姐姐叫叶金凤啦。哎，你们真的有在看呢？你们不是没有在看的呢？哎，他 那一天跟我讲说他们住北头啊，北头啊。我讲好，我会去你遐。哎，哎，到即马还袂跟我联络。哎，没关系。哎，反正我晚上我就到北头去了。哎，哎呐，伊呐无出现，哦，伊呐无出现，我就继续行。哎，我就往溪洲啊哟，北头隔壁是溪洲啊哟。对啊，西罗啊，西罗在前面的、啊。对啊。车煞袂叮当收档啊！哼。妈祖无在宾馆都蛮大。无啦，东前面东西掉太多了。我觉得吼、哦，你改天可以用，哎，我们好像前面会更多。你可以多一点，不然不太安全的。啊？它前面可以背着，用哎，用背着。这个是背着的呀、啊。哦、啊。这个是背着的呀、啊。这不是，这是这个就是用请的啊，请的妈祖啊，哎、欸，他有背带啊。你改天你试给我看，你再跟我讲你的感。你改天试给我看，你再跟我讲你的感想。哎、欸，你后面背起你，前面请妈祖、啊、然后台湾走一圈，你再跟我讲感想。啊，看你膝盖会动的呗，看你脚会动的呗。真啊假？我走过白沙屯妈祖啦，我走过白沙屯妈祖，你行几公里？我都走到北港，我从那个地方北港。哦，白沙屯走到北港哦，啊，几公里？有200公里不？哦，100多公里哦。啊，你知道我现在走几公里了吗？你无你看，啊无你要找到？我忘记了。啊，无你有法都找到我家来。人家你无，我跟你讲好不？我即马行1000多公里了。欸、我跟你讲一下，我即马行1000多公里啊。你若行1000多公里的时阵，你看你过会挨的未？所以哦，膝盖会受不了啦。哦，不是像你讲的这么简单，对吧？啊，弟弟做啥？弟弟啊？家己的哦，还好啊，也是家己的。风车哦，还、啊、是做啥？高山。哦，乌托邦拢安尼徛过啊，乌桥啊。你即马甲我讲，我听无乌桥啊。我讲我在田里种菜。哦，你在种什么菜？高梅啊，高丽菜啊。高丽菜哦。高丽菜都高丽菜菜。哦。那个袂歹呢哦，在这附近吗？在土库啊，我土库。你刚好走在这个路线，我刚好是登路过了。哦，你住在土库就对了。啊，我想说刚好看到，啊，他们都说你来，然后好了，我帮你看要帮你接待是怎么样的，我说可以了。不用啦，因为有人会过来带我。对啊，因为我要去那个西罗公馆，对。公馆算是西罗的边疆地带。对对对对，我要先去公馆，公馆好了，然后再去西罗大桥那边。啊，西罗这边没有不休息一下吗？如果没有没有没有，要赶时间了，现在已经五点了。啊，那个王庆哲大哥还不来啦。如果你要走到北，王庆哲大哥你还不来，你还不来，我等一下就绕了哦，就走去。就走去北港市区了，哎、欸，那西罗的西罗大桥那边的哦，因为我唔知你爱路，你讲唔来搞我拖。你唔拖，我该拖，我该拖去，我去带上去。哦，恁家，哎、欸、呀、啊，恁家己啊，家己较配合，哎呀、啊，因为我唔是恁家的人，我正因我唔知阿爸去恁遐，啊，恁爱家己过来搞我拖。
我有看到资讯的了。什么东西？没有啊，那个林姐，他叫我看到资讯。哦，唔就是你骑奥多麦，无可能啊！奥多麦骑到这来嘛只好搞啊，那个怎啊未搞？啊，无就是我甲你拖，我带你去溪桥，在路边等我，哎呀，无来就好了。去干了？啊，我带路啊！啊，我去多了，我走了，不知道路。是哦，那你带我去公馆好了，你先带我走好了。可是公馆大哥没有来啊！我当然可以带你去，但是如果大哥没来，你就白走一趟了。哦，没关系啊，去到前面那个什么。不是去到前面那种哦，核心宫那个妈祖庙那边嘛。如果这样啊，在吴州那个妈祖庙，它站过来没有？我直接搭进去，直接搭进去有大小就好了。哦。这样可以啊，这样算有给他时间了。因为黄大哥还不敢的话，那我直接带你搭进去有大小。应该是桥多卖吧。拜。不是，都不是了，不是啊。哥哥，加油啊！好，谢谢了，我拜，我真的不要了，我这边好多了，真的不要了。今天拜，真的啦。大哥，我真不客气，你看你来，我才看一下，你看我的车，真的满的啦，真的不需要了。对啊，去到公馆那个种的呀，哦，这都会使，这我无啊。你看，你会当落车者，大哥落车者。天啊！你落车一下，你小看看一下，吊架安尼，我车拢煞袂叮当啊，收档啊啦。大家拢做好你做的物资诶。真的啦，大哥谢谢啦。你看，那个摩托那个车子都推不动了，太重了啦。还是买那啥？我是较建议卖建议，你若讲要赶去中华边头啊，我是建议讲咱食过边头就好啊，卖去。有较用，按过迄个人无解错啊。哎呀，几多啊？今日来啊？今日来啊？有讲要过来啊？有讲么？我着哪看你等下要哪行无？对啊，要哪行？大哥，谢谢，你叫啥名？你开门就好啊，先看大哥就好。你叫啥名啊？慢慢讲啊。来啊，赶快。你叫啥名啊？廖国清。哦，廖国清哦。我拄只在直播，快，大哥。到家了。到家。哦。谢谢啊！啊，你无来着？新疆妈呀，你的。你的。好啊。哦，这阵是新疆妈，因为我看。不是。敢不是吗？不是。咁个穿的衫，敢那是新疆的吗？这阵是老，这阵是中华无代表镇南宫的老大妈，不是新疆妈。哎。啊，你有多少来？啊？你有多少来？啊，你拢唔知啊？我是新疆的，啊，不然你有法度来个遮？我到遮尔啊！啊，你哪知？我看了你咧直播啊！啊，你看我直播，你唔知是倒位出发的啊？我唔知。啊，你唔记得头一间看？系啊。人分享呀！谢谢啦！啊。到附近了。哎呀，我已经台湾走三分之二了。我即马要往北啊。你话为什么走啊？为什么？宜兰啊，花莲啊，屏东啊。啊，
奥义屏东起来的。哎、欸，花莲、台东、屏东、高雄、台南、嘉义，哎、欸啊，所以我今天与你要结束了，我要往彰化了。彰化，今麦比较彰化的彰化。啊，无今麦再过来。无啦，我再过。伊今麦伊袂变行的。哎、欸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无你哪行？无过遐过一段路嘞。哎呀，大哥，谢谢，我哪行吼？谢谢啦，多谢你的槟榔。大鱼啊，大鱼。哎，谢谢了啊。大哥，谢谢了哈。我伊还没有来啊，我你你带你行，哎，你行我头前好啊。我来坐到伊头前头前。头前桥头啊，迄个弟弟啊，甲后壁开车即个大哥，因两个是新的粉丝啊，今日头一天看的，今日头一天看我直播啦，对啊，所以他们还不知道我是从哪边来的，要走去哪里，他们都还不知道。叶金红，哎，我手机，我一支手提手机啊，搁伫充电，变无多切换画面。我一支手提啥？一支手提啥嘛做无？哎，啊，恁帮我拍家里吧。线上有些人要问什么，你们帮我回一下吧。那王俊哲大哥，那他顾阿给来啊，我被告衰了呀呢。所以前面那个弟弟啊，跟后面那个大哥啊，都是第一天看直播的，对啊，因都不知道我从哪边来，要走到哪边去，对啊，新的粉丝啊，新的粉丝，哎呀，车子太重了，推不动啊！啊，漏。妈祖的车收档啊，跑车收档啊，超载啊！而且王俊哲大哥更不来啊！
应该是土豆啦，应该是土豆啊，是一种诶，应该是土豆啊，是一种蒜头啊，应该是土豆啦，啊，这是应该是葱啦，好像是葱吧。Thank you.
好、哦，你总算来了。没。你这物件包用的哦，收重啊，塞袂停当。哎，对。你现在用第几升啊？我想起来了。你记得什么价的？什么厝的？那个沙城的几升？几大个几升啊？啊！你着我公关啊，叫遐，你公关叫边个叫？哎，人个最勇的姜来带，简单你看，谢谢，简单，你先等，我叫我叫我是林翠姐哦，要冲刺了。呀，去啊！我这转，我到。这比较，这比较公关啊，是真远的咧。公里啊？700公里。700公，无超10公里。无啦，不会。差不多啦，700公里。700公里啊，伊胖啊。700公里啊。好奇怪啊，去啊晒日光，唔错啊。你在你住你遐，你在西丽。较等下哦。哎，我手机啊。公园了后，才往西丽去。这包放在地啊。较等我先用抹搓搓。你要五五五五啊？你要？加五啊？你要？我啊我。这是准备要我不要加五啊？你冇？还要加多？还加咯？加多些些啦。我来安全上好啦。这妈做火锅包羹的呀。你都啊，你用垃圾哦，你妈做火锅。你过哪里过也不要，你过也不要行，啊无你行，啊不要车来吼。休息一下哦，王金大王记者大哥过来接我了哦，休息一下，我等一下要赶路了，帮交接了，帮交接，哎，交代好你啊，大哥，我怎么交代好你，交接给你了，哦。
我等一下要赶路了。哎，不给了啊！哦，应该是在那个。哎，大哥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哎呀，哎呀。对啊，对啊，那从妈做无台湾设计的。哦，保全。哎。林导，林老师，我卖啦，哦，要你吃，卖啦，要你吃烧的啦，我真卖啦，我最近我卖要吃，我吃饱啦。凉的好，凉的，啊，你再半路再吃。凉的我收，凉的我收。啊，这好，你吃我怎样变啊？好好好。你今天你今天拉多几车啦？对啊。凉的我收啦，嘿，我卖啦，我吃饱。好吃啦。我吃饱啦。无要紧啦。最近的最近。今天啦，沿路你好吃。我卖卖。你今日太好，你今日等下要出去太好个，要去你。啊，我咧计表怎样？我老。啊！我伊要钓鱼无？啊！吃卡面啊！无啦！啊！钓鱼啊！你真正，迄汤包啦，汤少食啦。哦。我食饱啦。你拄只你拄过啊？都食饱伊。哎啦。啊！我阿伟也无食啊！我今日。有啦有啦。慢慢慢，我只买啊！你食你真赞赞赞，好食。来，我看要收偌济？一只大乌都卖要甜啊！无正经，谢谢啦。没啦，我等你后边，我阿你行。啊，我要去。系啊，老师啊，我厝嘛在遐尔。对啊。你有用头骨做拳头去。老师啊，我后边，老师我后边。大大谢谢啦，大谢谢啦，大哥，谢谢。大谢谢啦。哦，这大哥真好心。啊，哎呀。哎呀，加一个弟弟呀。哇！要出发。阿叔，我后边。好啦，好啦。你我做你啊。我知，又跟我讲，你云林相亲太热情了啦，真的啦，真的啦，太多东西我吃不起啦，麦一直送啊啦。真的，我吃不完，我没办法吃这么多啦，你唔当一直送啊啦。多谢多谢，你是造成我的困扰啊！我物件啦，那是王俊泽大哥，那是无来，我物件头大路哪行哪拼啦，我拼去拼，我听拼去拼家家啦。真紧个啦，造成我的困扰，我妈祖的车煞袂叮当啊，收当啊！你妈祖的车煞袂叮当，太重了，你知道？太重，像安尼啊，妈祖的车也浮起来了。妈祖的车也浮起来收档啊！安尼恁听有无？正经的啦，嘿啦！我知道你们是好心，惊我巴肚枵，可是我正经食饱，无需要送物件来我吃，先甲恁讲一下。啊，我即马要赶路啊，哦，要紧赶去哦西螺公馆哦哦，啊，连伊连伊，我嘛加减讲话，好行行行。哦，我就要开始要赶路啊！我起家还阁七八公里的。哎，雷明义，谢谢啦哦，谢谢你们夫妻哦，今天又陪妈祖走到这边来，感谢你们哦，感谢你们。哦啊，回去记得要泡热水哦。哦，回去记得要泡热水。啊，刚刚那个，刚刚来送槟榔给我那个大哥，跟你讲一声是谁啦？哦，是谁？哎呀，你头拄你也好意，我心领了哦。你头拄佫甲我讲，你要帮，你讲你要甲我载。哎呀，我无坐车啦吼，我无坐车，多谢你呀吼，多谢你。
呀，头拄仔迄个大哥应该搁伫看直播啦。哎呀，甲你讲一声，谢谢哈，谢谢谢谢。哎，我没有坐车啦，我没有坐车哦，跟你讲一下。哎，阿那有人抓半包啊？上力出门哦，谢谢啦，谢谢啦。大哥，你贵姓？你是在哪？李永儒。网路上哎。刀才看到啊！李永儒大哥、喔，谢谢。大哥，咱有来接啊？是吗？对啊。你好。哦，又是你。我是讲机关有人在放炮啊。拜拜拜拜。哦，拜拜。伊讲哦，这个大哥讲哦，因为你要离开轮回啊，哦啊放炮啊，上妈祖婆离开，哦。因为我已经离开了轮背乡了，现在已经在那个叫圣五处啊。嗯。啊，然后伊遐放炮啊，哦，上妈祖婆，哦，上妈祖婆，哎，上妈祖婆啊，甲放一下炮啊，啊，妈祖婆去五处，哎呀，即马来到五处啊。对对对，昨晚晚上放炮那个大哥啦，那种机关啊，头前有人在放炮啊呢。哎，感谢一个大哥，感谢一个大哥哦。人嘛放跑，啊，今日嘛放跑，哎呀，感谢感谢伊啊，感谢他，好、哦，感谢他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轮背的乡亲太热情了哦。
欸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几点了？帮我看一下。现在几点了？帮我看一下好不好？我还要赶去扶广福宫嘞，广福宫那个老大妈，天上圣母，因为我不知道她几点开庙门的。哦，六点。
可以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我上个厕所。阿蛋姐，不拜啊，不要不要，哎，加个串 ，OK。啊，这里我才真的要贵，我不要你做老娘。没有，等一下先去太原堂，太原堂好了，去广福宫，广福宫休息一下，我就要去彰化县了。
啊，啊，所以啊，去啊。今天一定要过西螺大桥，哎，今天一定要过西螺大桥。好，拜拜。行到，你行，你行。哎，阿伟，阿金苗。
看看，鞋子跑，等一下，鞋子跑跑沙子。鞋子跑沙子进去。没有啦，不用了。我西罗过去是什么？背头哟，鼻头哟。我西罗过去就我要去鼻头，我要去鼻头。过去是西周边看，我嘛唔知啊，连甲看嘛看地图，看过去是啥物啊？
五出马的哦，我是核心工哟。马祖堡核心工，五出马。
快等下，我物件落去啊！驶到头前，我物件落去啊！你驶到头前的，你驶到头前的啦！嘿，大哥，谢谢哦！我行动电，我充电器，哎呀，我手电筒落去啊！我是迄种啊，手电啊落去啊！现在几点了？帮我看一下，现在几点？几点几分了？直播时间几个小时了？帮我看一下好不好？光啊！我做你用叫你啊，十分钟啊嘞，我坐地啊，你坐地啊。哦，十分钟尔，你甲坐地啊，无人去买物件，其他歹事。多啦，紧，坐落。阿弟，你要玩啊？六点半哦。哦，阿娘喂啊，我靠你去哦。直播时间几个小时啊？哦，站哦。六点半了。直播时间几个小时啊？两个小时又三十五分哦。啊，那真远了，形容我用差一斤的白。我咧挂两斤庙，啊，即摆佫加一斤出来，变三斤。我是咧赶一间广福宫老大妈，唔知怪几点关着关庙门啊？有没有人知道广福宫云林西罗广福宫老大妈天上圣母庙，诶，几点关庙门啊？哇，鸟诶，高公一地阿囝哈远啊！
哦，九点半关门呀。OK， 九点就关门了呀。八点到，打电话甲讲啊，广福讲啊，八点左右到，九点准时出发，八点多到，休息一下，九点出发。啊，那人无去啊，人走倒啊。啊，人是走倒啊。咱的人没去啦，啊塞哦，这摆拢骑车，后头摆骑拢骑较紧。好呀，啊这嘛不是，啊这嘛不是，啊是倒位啊？你呢？在行吗？啊人带路，带到人没去啊，塞路死。安尼我就买车妈祖啊，我车妈祖无车，车归到恁家里祈祷啊。因为我遮赶另外一间庙，人个大庙几点就休困啊？哎，到位。较快。哦，你个讲我八点，你甲讲我八点外到啊，八点外到我休困一下，九点就要出发了哦。欸，帮我打电话给广福讲一下。哦 ，OK OK。哦。欸，
我哎，莫做无情哦，哎，好，来，快点，好，莫做无情哦。安尼我就落外套啊，好啊好啊好啊，外套安尼要，安尼落我落外套套锁啊，哎，外套，好，谢谢哈，妈做保证哦，哎，妈做保证哦，谢谢啊谢谢，没，哎，来，你做多久？二十几公啊哩，千外公里啊，哦，第一次喎，哎。哎呀，歹势歹势啊！因为吼，你也无甲我讲要来你遮，哎，我伫遐赶后赶迄大庙的。你甲我叫是你要带我去因诶大哥嘿呀。哎呀，你若提早甲我讲爱来你遮，我就知影。我直接来。哎，会使，你食拜对上。OK， 我先休息一下，我待会要出发，我再开直播哦。等一下，我休息一下，我喝个茶，待会我要出发，我再开直播哦。待会见，拜拜。